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到我们新闻的现场。西区好景事务所为了提升文化艺术和办公室环境时间的享受，特别中心规划装置艺之墙，以提升好景事务所的文艺气息。好，前来请观民众除了请讲之外，也会当感受到嘉义市特有的文化艺术气息。西区好景为1992年就成立艺之墙，以提供民众观赏。而西区好景为进一步提升文化艺术和办公室环境的视觉享受，让前来洽公的民众更容易欣赏到艺术。特别中心规划艺之墙的展览空间，利用办公室的一面墙来作为艺廊展览艺术家的作品，受到前来洽公的民众好评。西区好景主任表示，市府长期以来积极推动人文社区，要求服务品质的重要性，因此西区好景秉持着专业、关怀、效能的理念，不断来提升服务民众的品质。我们嘉义市哈是艺文之都，那我们黄市长也相当重视这个人文艺术的一个推展。那我们艺之墙是在1992年的时候就设立，给我们的艺术家，提供他们的一个艺文作品展览的空间，也给我们的同仁跟民众，来欣赏。就连前来洽公的民众，一走入西区好景，就感受公所内面的艺文气息。好景事务所啊，甲墙整理甲安尼，过来遮展览艺术品，你感觉安那？这边很干净啊，而且我觉得来这边办公，来这边不是来这边洽公的话，啊，顺便来看这艺文好，那个。作品嘿，我觉得这边很有艺术的气息。西区好景主任表示，艺之墙每年拢会举办6场艺文展览，邀请艺术家展出书画、油画、纸雕等。西区好景也欢迎前来洽公的民众，伫办理各项业务的时阵，也莫袂记欣赏艺之墙面顶艺术家令人惊艳的作品。新闻台王小璇采访报道。